我宣告我已属你。主日7月28号，我们要攻守圣餐，邀请各位弟兄姐妹预备心，一起来攻守圣餐，也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28号晚堂敬拜，林宪平牧师将要分享因灵安置的信息，邀请弟兄姐妹踊跃参加，一起来了解关于堕胎、死胎的信仰与灵界问题。8月份随身代祷卡出炉喽，请弟兄姐妹多多利用此随身代祷卡，为国度、为教会代祷，让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参与教会的事工。8月份灵修书籍《活泼生命与丰盛人生》已经到货了，请有订购的弟兄姐妹向丽金领取。台南市第3届幸福家庭日，8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在天桥教会举行。本届的专题是连结脆弱力量，创造家庭力，以及推广星期日留给家人运动，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，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。由儿童牧区主办的生命品格夏令营温柔一下，请大家把握这一个礼拜最后报名期限，请大家一定要来哦。儿童牧区生命品格夏令营，温柔一下，有让你意想不到的精彩内容哟！时间是8月13到16号，晚上7点到9点，最后一天是下午4点开始。邀请爸爸妈妈一同参加，费用是300块。报名在这个礼拜截止。还没报名的爸爸妈妈，赶快找 Ruby 老师报名，电话是0917557097，赶快打电话。以上是本周的消息报告，我们一起来欢迎林宪平牧师。